快乐了，然后天天开心，然后越来越帅，越来越可爱。有机会我们一定要一块儿去滑滑板哦！哎，你可以说。现在是周五下午5点钟，距离导演生日还有31个小时。在这里祝导演生日快乐！希望在今后的2个多月中，导演不要再戴那个像浴巾一样的头盔了。祝导演生日快乐！然后试车也祝导演生日快乐，祝导演发大财，祝我们全剧组的人收视长虹。Hello， 导演好，我是妍妍。首先呢，先祝导演生日快乐。以后的每一天能够物质世界还有精神世界都能够得到富足。对，导演是一个不太典型的狮子座，但现场总会用他的细腻跟包容，不断的鼓励我们。让我们一起完成更好的创作。希望我们大家还有导演在这个炎热的暑假能够完成一部非常好的作品。再次祝导演生日快乐，希望导演能够天天开心。嗯，拜拜。好，再见。导演你好，我是陈波波。在今天这样一个大喜的日子里，祝您身体健康，长命百岁，心想事成，万事如意。财源滚滚，多多发财。当然了，同时也祝我们的这部剧能够越拍越顺利，然后祝我们大卖，我们一定会完成一个非常好的作品的。生日快乐 ！Hello， 导演，我是 NoNo， 祝你生日快乐，天天开心，然后希望我们这个剧呢能够拍得顺顺利利的，然后以后的话也可以再合作呀，有机会。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人生日快乐。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恭祝你福寿与天齐，恭祝你生辰快乐，生日快乐。